界上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关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宣布与中国发展官方关系，外交部已掌握讯息，并已向洪国政府表达严正关切。我国已多次向对方清楚说明，台湾是友邦真诚可靠的合作伙伴，我国政府一向在能力范围内协助洪国推动国家建设发展。而中国与洪国发展关系的唯一目的是要压缩我国的国际空间，并无心